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Hello, everybody. Can you hear us? Seems to be the case.我代表瑞士的政府，我今天会主持这个议员的圆桌。上次在柏林，我们也举办了这个议员的圆桌，这次我们也会今天我也是主持，所以这个让我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在一起又非常多人在场，还有其他的人他们是在线参加，所以我很高兴今天我们就能够这样子开会议。 我们的时间只是一个小时，所以现在我想不浪费时间，就介绍我们第一个参加者。第一个是Richard Terlecki 先生，他是波兰议会的副会长。 女士们、先生们，全世界的朋友，我们现在的对话也是这个联合国圆桌上我们所进行的交流的一个继续。我们19年开始，而且今年我们继续。今年我们在讨论。 电子技术和网络空间，首先，这些新的技术，他们所带来的不只是一些利益，而且他们也带来着一些危险，这是有很多种，所以我们必须要对那些虚假的信息进行识别。 因为目前的世界上这个虚假信息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女士们、先生们，每个国家的政府他们应该对抗这个虚假信息，欧盟各国家最近也收到非常多这方面的信息，最近我们波兰国家收到了这方面的。 虚假信息的这个打击，就是从白俄罗斯来的打击。去年8月份，这个白俄罗斯的乌卡申科先生，他在这个假的选举，他受到了权，但是这个从这个时候这个。 白俄罗斯的这个很多人受到了危害，受到了损害，因为反对这个政府的人都被要求坐牢，或者被赶走从白俄罗斯。 为了让所有的国家不集中在他们的这个假的选举的这个意识上，白俄罗斯这个国家，他多进口这个京东的一些老百姓来到白俄罗斯，而且从白俄罗斯，他让他们进入波兰的边境和打击波兰的边境，但是这个白俄罗斯说。 波兰是承担这方面的责任，但是实际上这是白俄罗斯的政府，就是进口那些移民到波兰，而且运输他们到波兰的边境，所以在这方面，这个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
的政府所进行的物价信息在这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对虚假信息的这个控制应该是我们所有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责任。所以我们在波兰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我们最近的这个这方面的合作过得非常顺利，而且我很高兴我们在圆桌的这个交流是有那么好的成就。我再次想感谢 IGF 的主办方我们波兰总理办公室和联合国，因为我们一起在今年的 IGF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谢谢大家。非常感谢Teletsky 议长的发言。下面一位发言人是刘正明啊，联合国副秘书长。非常感谢刚才感谢议会的这个圆桌会议啊，这也是第二次啊。EGF 的第二次有谈到这个圆桌会议会，我想在开始非常感谢所有的议员他们的积极支持，在参加这次的论坛。我也想感谢议会联盟他们的支持，为我们准备这一次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尊敬的各位议员、各位朋友们、各位同事，议会是一个法律法规制定的地方，各个国家的议会都是他们能够制造新的这个法律法规。我们很高兴，议会议员都可以在这个论坛上互相交流自己的经验，能够互动和其他的受益方，在最主要的棘手的我们数字创新改革发展的过程当中。我的尊敬的各位同事来宾，今天谈到的圆桌会议是互联网空间的使用者。当我们在做到决定关于法律法规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就应该必须要了解技术是如何工作的，那么使用者是如何利用的。我们必须以人作为整个中心，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容易方便。尊敬的朋友们，在最近的一些年当中，我们注意到一种增强的趋势，就是新的法律法规在国家和地方的议会当中，比方说隐私保护、网络安全和消费者的利益的保护和使用者的保护，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在我们这次圆桌会议当中。我们也希望谈一下如何能够解决法律的层面的问题，如何能够实施这些法律法规，能够让我们能够应对这些网络的一些威胁。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新的规律规则法规法则可以让我们互相的更加的共进的联系，也就是为以人为主的一个互联网中心。我们要考虑各方面的权益和威胁，我们还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积极参与
网络，使它更加的安全和可预见性。那么2021年的议会圆桌会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互相交流和好的经验，能够加深我们的合作，未来的合作。我希望，我也希望这个圆桌会议能成为EGF 一个常规的合作模式，我们明年也会实施。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再一次感谢议会联盟，我也非常感谢波兰的议会啊，众议会参议会非常感谢议会的积极准备，为了圆桌会议啊，我也感谢 Thomas Schneider 的主持。我祝福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论坛，我等着你们的论坛的结果，非常感谢。那现在下一位是也是一个议员Duarte Bache，他是议会组织的代表负责人。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副秘书长，尊敬的议会同事们，我非常高兴今天我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参加这次会议。我想以议会组织的名义接待大家。我们的这个组织它是 IPU。原来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在卡托维兹见面，但是很可惜最近的这个流行病的最后一浪，让我不能够亲自参加。从我的角度来看，亲自见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议员，但是也作为人，而且对人来说，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会议是更好。从第二个方面，我想强调，我们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网络，让我们以远程方式参加这样的会议，这个让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样子我们作为议员可以甚至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当中努力工作。这个也证明着这个技术它就变成了我们工作的非常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经常这个技术对从我们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很难懂得的一个现象，或者很复杂的一个现象，但是在我们所有的人生活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我们人类从这个保持联系能力获得了非常多利益。网络本质它是就是让人能够连接在一起，让我们能够以舒适的方式一起工作。由于这个网络的连接，我们可以一起行动，而且我们并不需要隔离。上个星期，我们这个 IPU 组织，它采取了新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它强调我们必须要一起行动，为了打击对孩子的性虐待和暴力。在很多国家，这个法律条款他们是不够完善，因为在很多国家的这些法律规定有一些空，通过这些空我们就可就
就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所以我们必须要一起行动，在保持网络的自由的前提下，同时就是反对罪行，还有虚假信息等等这样的现象。我们同时必须要对抗仇恨语言，因为这个网络它是这是仇恨语言的一个传发的空间。如果我可以表示我的意见，我觉得规定是重要的，但是谁要下决定呢？这个是一个政治权利的问题。我们自己作为就是我们公民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责任是那么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以我们的公民的名义行使我们的权利。我很高兴这次可以跟其他国家的议员一起在 IGF 进行交流，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对话不只是这个政府之间的对话，它也包括民间机构和私营公司的代表。我们必须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相互从我们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交流获得一些重要的教训。我相信我们不管是什么层次，通过这个 IGF 我们会达到合作更高的一个层次，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以人为主，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祝大家这个会议过得顺利，而且希望我们都马上会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见面，谢谢。非常感谢是议会联盟的主席。我们都知道人是我们互联网当中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这些议会的议员是代表人民的，代表公民的，每个国家的公民。这也是为什么非常重要的是能够让议员能够在我们这一次 EGF 上面的一个会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组织这次能够在议会各个国家议会当中能够更好的讨论这些事情，让他们能够互相之间能够对话，那在议员当中对话，而且议员和各个经济机构和百姓有关人员能够互相的沟通和交流。现在的一个工作是关于会我们在这次论坛当中会得出一些结论，会推出一些报告。下面我想请我们下一位议员，有几位是和我们在一起在卡托维茨，其他人在网络上。现在我们请阿卜杜罗阿夫阿特瓦瓦迪，巴赫兰王国的代表。数字技术非常加快了我们的生活和发展。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在人类任何情况下，我们没有这么紧密的和技术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经验可以在网络当中互相交流，但是也有网络当中的犯罪和一些人权的侵犯，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我们对技术的发展，最近的几年当中非常的迅速，我们尽力能够很好的利用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
语言转换，还有其他的技术，能够使我们互相更加的靠近，容易交流。我们尽力的用数字的各个，在我们运用到各个的领域当中，包括我们的个人的、私人和政府和教育，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法律制定。数字技术是一个新的手段和工具，使我们能够尊重人权，但是也会利用被反对人权。那么必须要保证人权的正确使用，是让我们能够制作更定更好的法律法规。我们能够保证新的科技技术能够应用在人权的保护上和反对网络的犯罪。在我们的王国巴赫兰，我们通过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保证基本的人权和数字空间的权利，在反对网络的犯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这方面是起到一个先锋的作用。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治理保护数据的安全。我们同时能够用法律的保证惩罚来保证整个国家的巴赫兰王国的阿拉伯国家的网络安全。巴赫兰王国在许多的阿拉伯国家当中，在当地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共同的努力，国际的支持，能够让我们在反对网络犯罪方面做出共同的贡献。我们还要有国际之间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来共同保护网络的安全和人权。这是一个首先各个国家议会首先要保证的一个项目。谢谢。非常感谢你所说的这个内容是非常有意思，我没想到在巴赫兰发生那么多这方面的进展。那现在我们回到欧洲，那现在我想问这个欧盟的议会，他目前在这个方面他做什么？那现在我请这个欧盟的代表，欧盟议会的代表发言。我叫 Marina Kaljurand， 我是 Estonia 的一个Estonia 人，因为我来自这些电子技术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国家，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这个副秘书长表示热烈的谢意，因为你自己负责组织这次的会议。我很高兴我们是第三次见面，第二次是亲身两次是亲身一次是在线上。很高兴我是参加这个会议的女生，但是很可惜的是在这个会议上只有一个女生，所以我在这里我也想强调女生的声音应该是更受到欢迎。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在谈这个开放、自由、可容易接入、便宜、没有边境的综合网络。
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看一下，那在不同的国家可以发现不同的法律规定。所以说，从我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国际的层次决定一些具体的规定。只有在这些国际的一些标准或者在这些国际的规定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可以在每个国家做一些分别的规定。我们不能允许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分别的规定，当然这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共同行动，这是可以做的。我之前在很多从事电子合作的组织工作，所以我知道这是可能做的。我们也可以考虑到各种这个利益有关方的利益。当然，我们跟我们的每个国家的公民，我们这些公民的意见被就是考虑到我们的法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作为这些政治家或者议员，那我们必须要是在这方面有知识，并有什么管理的做法。但是我可以说，我们国家20年之前已经落实好了这个数字身份证，在肯尼亚也有，但是现在在欧盟在讨论这个题目。所以我觉得，如果在那么小国家，我们做好了，那欧盟也可以做好的。那如果我们谈这个人权，我觉得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人权应该是跟现实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再下功夫，为保护我们的公民。如果我们谈这些电子技术的这个题目，经常我们作为议员，我们必须要走出我们这个舒适空间，因为经常这些议员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太复杂，或者超过我们的这个资格范围。但是这是不对的，我们的责任也是学习，也是参加像今天这次的这个会议。我们必须要多跟很多国家的利益有关方进行交流，相互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必须要分享最近的信息和最好管理。还有一个意见，我们看到了这个电子技术这个领域，它不只是一个什么技术专家的一个从事的一个领域，现在谁都讨论这个题目，而且这已经变成了我们议会所讨论的事项的主流。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这个题目，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欧洲我们是比较幸运，因为我们的社会是比较包容的。但是在世界上，包容并不是一个原则，因为世界上50%人口他们就没有这个网络连接。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欧洲有一个责任，我们必须要支持那些发展中的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进步。所以我很高兴我的国家也参加这个过程，也支持这个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这方面的进度。最终我也想问我们作为议员，我们在很多层次可以做什么呢？在国家的层次，我们首先可以举办那些利益有关方的团队。所以我觉得在每个议会当中应该会有这样的小的委员会。我们的欧盟议会也有这样的委员会。但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也是这个跨地区的合作或者地区内的合作，因为在每个地区这开会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且像
像今天的会议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感谢大家。感谢玛丽娜，我刚才我想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你提到的观点，应该第一是女性参加的还是比较数量的少，比例不太对啊。那么在瑞士有这么一个公民投票，并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后来发现，在大家并不是相信政府提出的一些方案和模式，比方说这个公民的电子证件。下面我给请 Alexander Kinstein 给我们发言。我们请俄罗斯的这个通讯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给我们发言。很抱歉，我们现在联系不上，有一些问题，技术问题，我们不能够使用这个视频。我们能和大家看见，但是我们的视频不能够播放。我有一个请求，组织方能够，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够放一下现场的视频。尊敬的各位朋友，让大家不太难受的话，我们可以开始我的演讲。我想朋友们这个技术能够正确的把它接通我们的视频。也许能再一次加载。尊敬的朋友，我还希望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再重启一下，再一次的跟大家连接。Or should we allow Mr. Kinstein maybe to add the technicians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take another member of the parliament first question to the 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技术团队可以尽量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请下一位议员来跟我们见长。好像现在已经可以在线了。非常感谢大家等了我的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尊敬的各位朋友，我想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有机会发言。我想简单的说一下一些改变，在俄罗斯的改变，尤其是在法律层面，这个应该说互联网在俄罗斯开始作为一个试验，是在科学研究院技术方面的一个作为先锋来试验。我现在不能够想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互联网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管理。我们的网络治理已经开始成为国际之间的会谈了。在我们的国家，我们非常的明白什么是数字化，什么是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家团队在部委和
数字发展的机构，而且我们的总统普丁也确认了2030年的发展计划，这是一个数字改革的发展，数字创新的发展。那么在我们的法令法案方面，我们也会在这方面提供积极的支持。我们的教育团队，我们的研究团队也是一直是非常的专业的，非常的强大的。俄罗斯是这一类的国家当中有自己的自己的网络这个保护，我们自己的平台，我们有网络的交易，我们有自己的软件，我们还有自己的社会社交媒体，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网络社区发展的非常快，我们有将近500万个自己的网站。俄罗斯语是我们一个最主要的俄罗斯语，是网络语言。这些所有的成就都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之下，我们也积极的保护这样的成就。我们积极的获得在各个地方获得成功，在世界的各个地区。我们要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专家和在俄罗斯，不光在世界上。现在在俄罗斯联邦，我们在调整我们的发展。我们有很多，我们有几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方面，包括第一方面是在网络的软件方面。在税收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只付1/4的税收，23%降低了这些高新科技的发展，而且呢降低到不付增值税。那么在一开始明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会在税收方面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增长。俄罗斯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市场，对外国的投资者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计划可以说我们关闭自己的市场，只是有国内的网络系统。同时我想说，我们确实诚心诚意的希望在这方面有国际的市场的一些专家和公司帮我们建设自己的互联网市场，当然帮我们，但是在尊重我们的法令法规，不能够允许有些公司有自己的优势，但是不遵守俄罗斯的法律。那么我想这样是不可能，我们每一家公司都要遵守俄罗斯的法规，不光是俄罗斯的和外国的都应该同样的尊重。我们对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要求，我们也希望他们按照国家的制度交税。我们创造一个开放的互相交流的机制，比方说和大的科技公司互相之间的交流，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在我们国家建立自己的办公室。我们在国家的议会，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法律？这个法律，我们也有法律来规定一些国外投资大公司在俄罗斯投资的一些法令法规。这些公司必须要尊重三个范畴的规定。第一个，必须要在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必须要在俄罗斯要在法律机构进行登记，
而且有自己的邮箱，使俄罗斯的使用者能够和他们进行联系。这对一些网络巨头、科技巨头，并不是太难做到这些要求，这才能使我们能够。俄罗斯能够这些高新科技公司跟他们有很好的交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这些大公司没有我们的分公司，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进行积极的对话。我们想在这方面说，网络的法律，尤其是私人数据的保护隐私，我们也知道。私人使用者是很有困难保护自己的数据。我们有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大的公司在俄罗斯开了自己的分支机构，而且可以说创造新的利润，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些AliExpress、华为、AliExpress。都在俄罗斯成立了自己的机构。高新企业如果都能按照我们俄罗斯的法律，都可以加入新的这个公司在俄罗斯进行经营。如果说网络一些巨头，我们想的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我们很愿意和这些公司进行合作，尤其是他们有积极的意向，我们是开放的。国际的网络巨头如果有在50万以上的用户，应该在俄罗斯注册自己的分支机构。我们不会对他们有更多的行政的一些处罚。在明年的第一月，明年的第一个月，一些高新科技公司，如果说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做的话，俄罗斯是在网络法律是比较领先的。我们的那现在我就结论，所以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说，这个大流行的疫情。这个疫情就以负面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现实，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说在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工业的发展趋势是好的。目前我们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网络侵犯越来越普遍，所以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通过这些立法的措施阻碍这个罪犯从事这个他们的这些活动。除了这个之外，我也想强调，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网络稳定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执行非常多基础设施的项目，为了保证我们所有的公民都能够享受网络。女士们、先生们，俄罗斯从开始对这个国际合作是开放的，尤其是在这个网络安全，因为对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交流，我们可以一起成功。谢谢。非常感谢。下一位参与者是Alagi Mbo， 他是 Gambia 的一个
参加者，他是议会的成员。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很高兴我们又次见面。首先我想表示，就是向我的所有的议员的同事表示，欢迎那些在现场和那些在线上的人。我很高兴在这个圆桌，我们继续我们的对话。我们要记得，议员他们是这些公民的代表，所以我们的公民他们必须要懂得我们现在想做的那些变化，我们所想要引进的这些规定，他们需要立法机构具有足够的知识。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论坛，我们可以鼓励世界的议员的学习和交流信息。目前世界不断的在变化，这个通信越来越快，世界的平等情况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作为这个议员，这些议员我们可以说必须要在对这些变化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我自己是非洲南部的冈比亚的一个代表，所以我可以说在尤其是在非洲这些议员他们不多从事高新技术的或者电子技术的对话，所以我觉得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事情，就是议员他们必须要学习新的内容，学习这些新的技术，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原则，有什么样的状况。目前我们必须要很快就决定很快引进一些新的规定。如果我们谈这些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些医疗服务和银行服务的方面，这些服务在网络进行的话，那必须要讲究数字安全。所以这个非洲数据保护契约应该很快就签署，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非洲的公民他们会受到足够的数据保护。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跟这个数据保护有关，我们知道在全世界或者全大洲，这些数据在积累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并缺乏那些安全的程序，就是如何操作这些信息。像这个 Facebook 或者银行这样的机构，他们操作我们的个人信息，而且他们经常就是被运输到这个欧洲之外的非洲之外的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些新的规定他们是符合我们的需求。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确实是这些议员的担心，并不是他们没有特别多的技术方面的知识，不光是非洲的议员们有这样的担心，而且所有的议员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很优势，就是疫情之后我们都需要更多的了解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最后一位发言人是Gabriel Silvas, 巴拿马。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能让我在此发言。我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那么如何
用什么方法能够有一些法令法规能够一方面保护我们的数据的发展，而又不影响到我们的使用者。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决定人可以决定哪一些是互联网的未来，互联网可能会或者是停止发展，或者是给他们更多的支持。我们现在在瘟疫新冠疫情之后，我们现在可以难以想象现在没有网络，而且互联网在疫情当中拯救了很多的企业家，这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网络有很大的力量，很多的公司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强大的力量也有自己的重大的责任，所以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空间大家都可以非常高兴、非常幸福、非常处理得非常好，但是网络当中也有很多罪恶在产生。那么我们就需要保护我们的市民能够在色情、暴力在网络当中的产生。我们不能把网络做得很糟糕，我们不能阻碍它的发展，但是我们要提供一些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能够保证人的权利，最基本的权利。我们必须要对这些人的权利按照当地人的习惯，这些都是关于21世纪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必须要保护更多的资源，为当地的机构和当地的人员保护。我们还要给他们更好的工具，能够保护21世纪的公民。第二点，人权首先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制定法规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包括首先这些这个中央控制网络的开放性，而且能够网络的发展不需要任何人的监管，大家能够公平的使用网络，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必须要成为大家的保持住。这个时候还有对于互联网呢，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些价值。那么人的最基本的价值必须要在网络当中得到保护，这些文件。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如果说产生了一些冲突，在人权和最基本的一些网络的规则产生了冲突，那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应该哪些人权受到了威胁，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在结尾的时候，还有我的几个建议。当议员们都在分析这些问题和比例的时候，应该向各个向这个科研机构、私营企业机构和他们不断的沟通和他们的交流。应该讲，互联网每天都在改变，议员们并不能完全改变互联网的使用和规矩，但是这些科研机构、创新机构必须跟他们紧密的合作，能够创造出很适合互联网的一些法令法规。我也是议员，我也是积极的支持。我们也希望将来的法令法规能够积极的推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也应该考虑向什么方向，科技科技的发展能够保护我们。比方说区块链技术和其他的技术能够使我们的权利给民众有自己的权利，而且我们还需要创立很普遍的权利，为我们将来的一些发展能够和非盈利组织和科研机构充分的合作。我还想强调的是，互联网需要法令法规，但是需要
同时保护人的基本权利。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我们制定法律、制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延长一下。现在可以说，非常困难的是，议员们在制定法令法规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现在简单的想提起我的自己看法，你们的工作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你们很多情况在必须的现有的法律环境下来制定这些规章制度，如何能够保证议员们能够代表自己的国民，能够很好的利用互联网，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些问题的实质。高新科技的发展迅速，而且更加的广泛。我们有新的软件在推动，而且新的技术的运用，这都使得我们整个法律法定规定的时候，经常会有5年到10年才能制定出新的规章制度。我们如何能保持发展的进度？我们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的法令法规制度的速度，能够符合高新科技的发展？这是一些需要关注的一些方面。可能我们下次会谈当中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现在只是想给大家先提出一些我的看法。我想甘比亚的代表想说几句。非常感谢。你所提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毕竟想代表我们的公民，但是这个立法的过程经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个漫长的过程之后，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知识来决定一些问题，并想出一些规定。我们在这里有这些立法机构的代表，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确认这个信息。他们经常对这个数字技术的知识是不够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们依赖别人来解释他们这个技术。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议员他们必须要更加就是感兴趣，对这些新的知识得做更卫生的研究，因为在我们的议员有非常少跟科技有什么关系的议员，比如说在我们的议员只有2位议员跟这个技术有任何关系或者经验，是我和我的大学的一个大学生，所以实际上这些题目经常是难，经常是不容易掌握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第二我们要请这个科学界的代表帮我们就是研究这些问题，这样子这个过程会有所加快。谢谢。Ahmed Al-Mohanadi 先生，请你简要发言。我们看不到你，请。I'm sorry, we cannot hear you speaking. 还是听不到你。Unfortunately, this does not seem to work because we don't hear anything. Now I hear something.
Maybe another quick remark from somebody. Yes, Marina. Thank you. Yes, we all know that European bureaucracy. 谢谢，我们在这个房间都知道这个欧盟的这个手续过得非常非常慢。所以我觉得经常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层次立法过程是更快的，但是我们到现在已经知道一些基本的原则，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在每一个国家的议会采取一个灵活比较快反应比较快的这个态度，而且我们要进行我们立法的活动，所以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每个层次的行动有自己的限制和自己的速度。我觉得 COVID 教我们很多教训，所以我们必须要拿这个教训。谢谢大家。大家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就要结束。我也是官员，所以我觉得经常这个议会不从事这个技术，这是也是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科技的就是适应这个科技的进展，而且采取一个灵活的态度，这是好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本着基本的这些原则，而且对其他的方面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个灵活的态度。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在卡多维兹和在线上可以继续这个对话。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再见。